弟兄保你杀出重围，去到青阳关，去找成才二位将军，说派人马与接两浪之位。爹爹的安危就全好了，兄了。有玉兄在此，你就放心去吧。七弟，你来看。这是弟弟实现的奏章，要面呈圣上，七弟你万万不可丢失。小弟接下了。Oh!
请你在渡江阁。Thank you.
亲，为父母这是将长沙修过问。也许贵了离开你们这。
山贼之地，还要速速离开你们这山贼之地。谁是山贼？我饶不了你。Yeah!
我讲了。
Yeah.
什么？
此恩此德，永世不忘。只因在那两难山，围困了我杨家的兵将，我爹爹学习造仗，命我请杨半边。四师姐，你总有留客养兵之意，我哪有空我山林之心？我说金阁姑娘知情之意，对天可表，令你牵挂我的心，哎，不忍呐。Thank you.